海水含盐量是多少。大家都知道海水是咸的，其实原因是因为海水中含有各种盐分。根据科学测定，平均每1000克海水中就含有35克的盐。海洋中蕴含的大量盐类物质，有人估计如果把海水中所有的盐分都提取出来铺在陆地上，可以得到厚153米的盐层。如果铺在我国的国土上，可以使我国平均高出海面2400米左右。台风爆发时，狂风巨浪把海水卷到陆地上，海水中的盐物质也就会被带到陆地。此外，从漫长的陆地变迁来看，有些海洋的海湾地带是由于地壳的升高与海洋隔断。